不用，我们都不用怕。嗯嗯，好的好的。那他要注意什么呢？我给他。嗯，对。你走开一下。哦呀。OK 了。另外就是这个正常的正常的静脉学回去，然后他学了站起来学不下来，他这个门就关闭了，就不给他留下来了。然后他